这的企业主呢，琢磨来琢磨去，我呀这钱呢干实体呀有可能赔，我呀干脆把中小企业关了，关了我这钱干嘛呢？国内投资渠道还窄，这样我就投到海外去了。2011年第一季度，内地一线城市的豪宅销售量仍然保持低迷，主要原因是受物业税试点以及政府禁止已拥有两套住宅的市民购买第三套房的政策影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资代理行人士表示，在投资客中有相当数量的国内房地产业内人士，他们本来与代理行有合作伙伴关系，由于国内政策多变以及房地产市场的不明朗，他们索性将投资的关注点转移到了海外物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投资热潮出现了，认为海外这种投资环境呢相对比较安全，比国内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策风险呢心里要托底，所以这是投资热形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非常重要的是呢，咱们房地产这行业，中国人呢有传统买房子的欲望，过去说谁家有钱就占着房子躺着地，那农民要是有钱了，在农村原先过去先盖房子，所以这买房子是中国人一个传统。那么现在手头有了钱了呢，很多人就想我先置业先买房子，国内呢不让买了，就各个大城市都限购，所以你这么一看呢，人家那不限购，哎，那我就上那儿买去，这是原始一种冲动。再加上贷款，咱们国内很多地方，你比方投资房地产，你要是贷款的话，首付比例多高啊，贷款还难贷。这些国家，欧美的一些国家，贷款非常好贷，而且利率还低，还方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原因，房价一性价比一对比，你发现，原先国外的物价比咱贵，房价比咱贵，可这几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在纽约也好，洛杉矶也好，温哥华这些大城市，你发现那个房价还不如北京高呢。你比方同样的，你在北京五环边上，你买房子，2万多3万一平米的我都是，你买个100平米的，你得300万吧？同样300万，咱们换算成美金的话，大概是多少呢？大概也就是40多万美金，不到50万美金。40多万美金，你现在在洛杉矶在哪儿？你买个100平米的房子玩似的。一位东北的私营企业主表示，国内现在一二线城市的租售比过高，在政策打压下升值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未来两年内投资的价值不大，很多人都在考虑将手上的物业脱手转向海外购置一些房产，比如伦敦或悉尼，无论是出租回报还是升值空间都比国内更加开阔，通过买房进行境内境外资产的换筹，不仅是应对通胀的好途径，还能使个人资产结构更加稳健。所以这一个性价比一比照，你会发现呢，像北京上海这样的房地产价格甚至平均起来远远超出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你同样的，咱们说你拿100万，你现在在北京通州区，你能买一套80-90平米的房子吗？你很难，通区房价都1万大多2万，但是你拿着100万呢，你就能在日本距离日本大阪市中心15分钟车程的地方买一套精装修的31平。所以这么一比照，我们发现呢，这资本主义国家房价比咱还便宜呢。所以有人一看这合算呢，现在这国内外信息这么沟通，所以说大量的投资者呢选择到海外去买房子。国内房价的高企也反衬出海外优质房产的高性价比，在新加坡最繁华也是亚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乌节路，环境最为优美的新加坡东海岸等地，楼盘均价虽然达到每平米10万元左右，但是由于新加坡房地产100%实用面积，而且还带有车位等，折算成中国面积计算方式约在每平方米7到8万左右，这一价格水平与国内一线城市中心区豪宅价格相当，但是在环境资源的方面的差距却是相当大的。这侧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各大城市一线城市，一个是有限购令，第二个房价实在太高了，所以好多投资者呢从这个角度出发愿意到海外去买房子。那么我们说这么买房子，这个里边有没有风险呢？它不是没有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咱们大伙想想啊，有的朋友对海外情况比较了解，你说那美国人加拿大人有钱的也不少，他怎么不像中国人这么往死了炒房子呢？如果这行当真有巨大利润的话，怎么人当地人不干，那中国人过去干呢？这里边一定隐含着风险。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也是我一个朋友，他在洛杉矶呢
花了45万美金买了一栋啊，就像别墅似的，哎，那房子在郊区挺漂亮，哎，这个三层小楼前后边还有草坪。他买了以后自个儿挺得意，说据说那个地方啊，一些前美国总统在那儿待过，家乡有不少人去看了呢，也挺羡慕，有的人也跟着他呢到那块儿去，也去买房子去了。买到手的时候他觉得挺高兴挺便宜，说这将来也能升值。可是进了手之后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比方说呢，物业管理费一年就得将近6000美金，你这个买的过程当中呢，收房的时候各种契税10000多美金，修的草坪前后这些一年护理的费用也得将近10000美金。他这时候他才明白，哎呀，我说的呢，他说看这电视里头美国人，你看天天在那修修草坪啊，干啥挺休闲的。他这才知道为啥请人工修草坪太贵，就自个儿干还能便宜点。所以他一看持有这套物业这个费用太高，他琢磨我把它卖了吧，一卖才知道更费劲，卖了10%个人所得税得交上去，经纪人佣金还有其他一些费用也得10000美金，里外里加一块，他发现我买一套房子倒是容易在美国，可是我持有这套房子可太费劲了，费用特别高。中国民间长久以来一直缺乏国际投资的经验，这导致海外买房的投资者凭借的依然是在国内炒房的惯性，这就注定海外炒房的成功率仍会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最重要的是，炒房这种模式在国外很难行得通。在中国，人们几乎疯狂地涌向楼市，是由于房价一路飙升，而且似乎还有继续飙升的前景。但是在欧美，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人家为什么不主动炒房呢？这也就意味着现在中国人在世界各地买房子本身是有风险的。有许多海外投资家发现呢，中国人一般人家炒房子是什么呢？房子拿来租金，靠这个租我来回本。他发现中国人买房根本不考虑这个，租不租不想，就等着房子升值我再卖出去。那房子一定能升值吗？咱们大家也知道国外有这个规律，它跟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你比如国外美国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时候，房价蹭蹭往上涨，但到2006年七月份猛然就往下跌，到金融危机更是往下跌，而且现在的情况还没止住呢，恐怕也得再跌15%到20%。这个时候呢，美国人认识到了，房子其实你买只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它跟买车什么都差不了太多，这个东西不是保值一种必然手段。这个金融危机给了很多美国人教训，可是中国眼下呢，没经历过这个阶段。咱们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之后那段时间曾经有过小幅跌幅，可接下来强势的上涨，所以绝大多数中国的投资人认为房子不可能掉价，刚性需求啊，硬资产绝不可能掉下来。只要当地法律允许，中国的富人能买下全世界的房子，这不是吹牛。中国的富人们正在源源不断地组成海外购房团，包机杀往全球各大城市，所到之处无不让当地人惊叹。欧美人对中国人全球购买房产无法理解，现在欧美的房地产行业应该说已经到了一个夕阳产业，新房几乎很少，大部分是二手房在市场买卖。所以呢，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常识看身边的例子，觉得房子是硬保值的。当然如果你仅仅是为了房产搁那比较安全，你没有想升值，那这可以，你认为那块安全，这是你的选择。如果你寄希望海外房地产有可能升值的话，恐怕这个如意算盘会打空，因为确实外国的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我说过，你在中国房地产房为什么这么限购？所有人几乎都认为在中国买房子是稳赚不赔的事儿。为什么呢？这也是基于我们一种常识判断。比方现在北京、上海各地限购令解除了，你看着房地产市场报复的上涨，房价还得往上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这个它不是由刚性需求决定的，它是城市化进程过程当中啊，好多优质资源都聚集到大城市来了。我要想享受这些北京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大学，我要想享受这些，我就得到北京来，我就得在北京买房子。它是资源向城市聚拢，而不是因为这块的房子就比别的地方好，是因为你到这儿能享受到更优质的资源，所以这儿的房价是一个劲儿往上涨，它下不来。现在中国城市化运动停止了吗？我看方兴未艾，接下来大量的资源都得从农村乡镇向大城市转移，这会儿资源越来越好，你说它房子可能降价吗？所以这是一种常识啊。
所以很多中国投资者是根据我们身边的常识，但是你不看看欧美这个国家，人家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我们这正在用30年时间赶人家300年的，人家已经发展了300年了，所以情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我们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交通方式的快速改变，世界的距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短。10年前，异地置业对许多人来说还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提倡所有的投资者都去海外买房，投资毕竟要量力而行，没有1000万元以上的资产就不应该奢望海外买房。另外，海外买房最好也要和自己家庭未来的长远规划结合起来，综合考虑了问题之后，才能比较好的做出是否要去海外买房以及到哪里去买房的投资决策。所以咱奉劝有些想在海外投资升值的，抱着发财梦的那些人，要谨慎的考量。如果你要追求财产上的安稳，稳稳当当，你认为国内啊没有更好投资渠道，而且这市场经济政策不是很稳定，那么你通过保值到那买房子，这个是无可厚非的。那么这件事情呢，也等于从另一个侧面，我倒觉得值得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反思，为什么那么大规模的投资都搁到海外去了？不管怎么说，这些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好处了，给人家的拉动 GDP 啊，人家的这个经济建设做贡献了。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海外投资人不爱国，如果这钱在国内眼看着他赔本的话，那我也得有钱到海外投资去。所以这个事儿要从侧面咱们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考虑一下，第一个，我们的投资渠道是不是太窄了，是不是应该放开很多目前被国企被政府把持着一些好的投资渠道。第二个，我们的投资环境是不是跟人家比不了，政府是不是相应的应该调整经济方面的政策，让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投资进行发展。所以我倒觉得这次海外买房的热潮应该对我们政府部门起到一个警醒作用，应该及时的结合现在具体情况，调整我们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调整我们政府把控宏观市场经济的政策，让政府的权益真正的归政府，然后把放给市场的东西完全去放给市场，这样的话我们才可能拥有更多的投资渠道，才可能让更多的投资者放心的把钱